那之前有说过1月7号到1月25号，这是18天，然后到了25号以后，我的水就慢慢恢复清澈。那现在就是大家看到的水。那我刚刚把灯还有过滤器都先关掉，就非常的清透。因为我的玻璃不是白玻，所以看起来不会那么的透，所以我就只能由上往下拍水的状态。哦，那之前有提到过说，我在1月7号到1月15号这之间，因为我的水的状况真的可以说是一团乱，就是一缸很不好的水，就是黄又臭。然后在这里之前呢，我里面还是要我放活性炭，我有放2个。那之后呢，15号之后我就把活性炭拿掉了，就让它慢慢恢复到自然的状态下。当然这从15号之后，我几乎天天换水，我都换到差不多1/3的水量。然后在1月7号到1月15号之间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买了这个就是消化菌，我只用了4只。刚开始初期到15号这之间，我有放哦，放了之后水质更糟，还起那个泡泡，连贯性绵密的泡泡，然后都一直散不掉。之后呢，我就大量换水之后，我也不用了。那这个也贵生生的，我也花了1000多块买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用了使用的方法不对，反正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效果不彰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来看我的水有多清。这瓶水就是我刚刚舀出来放在里面的水，非常的清澈，而且现在的水真的没有任何的鱼腥臭味。非常干净的水质，现在的水质已经是完完全全达到了平衡，适合于生存的水质。鱼缸里面的水质好不好呢？看鱼在里面开不开心，你就可以知道了。如何看它开不开心？就是当鱼在游泳的时候，它上背鳍有没有张开？看我这边的鱼的上背鳍在游的时候，它都会张开，而且很开心。而且当水质好的时候，它身体的一些可能会因为水质不好所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身体的病变啊，都会逐一的消失。这就是快乐的鱼，这就是天地万物运行。只要你达到了大自然的平衡的法则，
就可以让大家相安，活得很开心。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真的还蛮重要的东西，水质稳定剂。这一瓶300块，1公升，25公升只要加 5cc， 除氯效果非常好。为什么会有这一瓶呢？因为在1月7号之前，农心刚之前，我也有买了贵生生的水质稳定剂一小瓶。350块，然后倒进去之后效果一样不彰。之后呢，就去找我已经买很久的鱼店的老板娘问，她说用这个就非常好用了，所以我就买了这一瓶，果然效果就像她讲的非常好。然后我也都听她的话，不要放那个活性炭，就只要白棉、生化棉、陶瓷环这样子，让水去循环，有问题就加盐罢了，就这样子，让我现在的水的整个的循环过滤系统，它已经达到了完完全全的平衡。大家分享一下，这些鱼呢，其实我跟那个老板娘买的时候，其实都很便宜。像我买的那些白色的那些白金龙鲤，一只才40块，那也当然也都是从差不多10公分大小买回来，但是它长的速度非常快。但是那个黑龙鲤就比较贵，黑龙鲤是在别家店买的，那一只要150块。然后像那个玉如意，那么大一只买来就那么大一只，50块。然后呢，金鱼一只30块，当然我都是从小养大的，那他们整个的状态也都非常好。最主要是那间鱼店的老板娘，她的鱼非常的稳，不会让你有所谓的养鱼潮。所谓的养鱼潮就是说，当他买回来的时候，你还要再去试你的鱼是不是能够很健康的活在你的鱼缸里面。好，那讲到了其他有另外那两只孔雀的那种龙凤鲤，因为它当时已经在我带回来的时候，它是已经封在那个装满黄药水的那个袋子里面，2天后我才回来放到鱼缸里面，所以它可能机能有一些受损，那现在也把它放在别的地方去休养它。那之前有跟大家提到的，有另外两只金鱼，它有利林病。那现在利林它的状态也都一直慢慢的好转。那我也就不拍，等它真的好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那若是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情况之下，那也欢迎你订阅、点赞。若有什么想法的话，大家也可以互相交流。那后面再讲到这个我不知道真的是不是我的用法不对，因为我真的在放了它，我没有连续放，因为我是第一天我放了一只，然后换了水之后我又放了一只，结果水都一直很糟，或许是消化菌还没有起来。然后差不多7号到15号之间，我总共放了4只，之后我就没有再放它了，我都没有再放了。那我就让我的水慢慢的自动去循环。啊，现在呢，看到这些鱼都很开心、健康的游，那我也就很安心了。那最主要就是不要喂太多，到他们现在呢，我就是2天喂一次。那驯饵的过程就会变这样，他我在敲玻璃，他们知道要吃，他们就全部就游过来搅便便了。
那今天就在喂鱼食的过程中就结束今天的影片。若是你觉得今天的影片你还喜欢的话，麻烦你订阅支持，你们的订阅是更新的动力，谢谢。